终于转晴了，但风还是很大啊。最近这两天呢，都是大风又大，大风小雨啊，所以今天呢，要去巡视一下农场，捡一捡东西，还有帮一些爬藤的蔬果呢，做一些架子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出发了，走喽。今天我们家的荸荠呢，也要开始采收了。毕竟呢，风很大，把这个万一我不采收的话呢，等一下呢，风太大了，把荸荠都吹掉落的话，那就有种没收成，那就很惨。那女主现在呢，正在勘察每一个荸荠，比较黄的了，我们就逐颗的给它采收，慢慢的享用了。这是今年的荸荠呢，就正式开始收成喽。百香果架子倒了，今年又要重新再盖它的架子了。对啊，是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哎呀，果实累累，等采收再说吧。今年的百香果架子终于又垮了，又要再做工程了，实在是有忙不完的事情。OK， 这是我们的百香果区喽。这是我们家的艾叶啊。OK， 你可以看到艾叶呢，它成熟的样子，就是前面这个红红的这个，就成熟以后呢，它就会裂开。那艾叶你如果不采收的话呢，它裂开以后呢，鸟的最佳食物就来了。所以艾叶本身来讲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幼鸟的一个植物了。OK， 这是我们的艾叶哦。这是我们采盐子室啊，终于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我们的这个莴苣呢，已经发芽了啊，而且发芽力呢，感觉上还不错。整体的发芽呢，我还算满意，尤其是在刮大风、小雨的状况底下，它能长成这样，我已经很欣慰了。这是我们的莴苣的部分。前面这个是四季豆，因为风太大，可能把它刮到，都落叶了，这没办法的事。那这边是黑番茄，也还不错。那这边你可以看到的是，这个是我们的香菜，看起来是也发芽了。那再过来这边呢，是芹菜的部分，看起来应该也是有啦，因为我总共种三排嘛，那看起来种子有可能有被冲刷的感觉，但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有发芽的迹象。OK， 这是我们家的菜园子四的情形咯。这是菜园子二的所谓四季豆的部分，那你可以发觉，不错，第一排呢全部都发芽了，但第二排呢，就迟迟不看到它发芽，到底是种子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，搞不太清楚。但是是有几颗发芽，但整体的发芽力呢并不高，还是第一排的发芽力最高。那接下来这边是我们的荷兰豆，那荷兰豆长势并没有比四季豆好，总之呢，它们有发芽就好了。那现在接下来就是要帮它们做一个支架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用网子来做。那前面这个是我们的黑丝番茄，那黑丝番茄呢，可能也要赶紧来帮它做支架了，我怕它呢可能会东倒西歪，所以可能等一下工作还不少。OK， 这是我们的这个黑丝番茄，前面的这个是我们刚种的一些菜苗，甜菜啊，还有这个所谓的花椰、白花椰，还有所谓包心白菜，还有我们的西洋芹，还有我们的罗麦。OK， 这是我们菜园子二的情形咯。